最新一期创造营2021的社会排名中，在排名上有人上升就必然有人下滑，周柯宇强势进入第二的高位圈，米卡从原来的第二已经下降至第六，可以说这个数据对米卡来说是存在着一定的危险，假如再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，米卡很有可能会被慢慢挤出，无缘占据出道位了。有粉丝看到这个排名引起了一番的争议，可是不管怎样，如今的这个排名还不是最终的结果，大家又不必过于的激动，最终 C 位花落谁家还没有定数呢。孙怡在线喊刘宇，你给我 C 位出道，而此次对于第一名的刘宇，网友们都称是实至名归，就连影视剧演员孙怡都在为刘宇打 call， 刘宇你给我 C 位出道，看来刘宇又斩获姐姐粉一枚啊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